一天穿越回了古代，这个技能应该可以让我发家致富吧。把腌制成母虫放在纸里，过几天母虫里的幼虫就会爬满整个仙人掌。爬满胭脂虫的仙人掌是这样的，胭脂虫是靠吸取仙人掌汁液寄生，它是胭脂红染料的主要来源，胭脂虫红是极好的水溶性色素。下个视频就用